宇宙万物的概念通常分为两种，已知与未知。我们生存的世界为内世界，未知的那个更高维度文明即为外世界，连接内世界与外世界间的生命体，他们称之为媒介。蟒天龙已经被我困在两个世界的接口，灵境所有人的数据都已经集合在了一起，足以覆盖整个世界。他们本来就是低劣的人类，凭什么拥有整个世界？你好，追他们！来了！服从寡人，你们将是新世界的神。是谁敢觊觎本座弟子？你的命运是我的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你知道了吗，蟒天龙？你们这群蝼蚁，跟着灵境一起毁灭吧！蟒天龙。